看看新闻网。那看过了小帅哥文章之后呢，再来看看不老的帅哥刘德华，年过五十了吧，依旧是帅气的脸庞，健硕的身材，看着就很过瘾。刘德华的敬业在娱乐圈里是出了名的，尽管已经开了数百场演唱会，但刘德华每次都依然全力以赴，哪怕只是拍摄宣传海报。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演唱会叫 Always，希望刘德华的那种感觉永远可以在大家的一个回忆里面。刘德华的英文名叫 Andy， 演唱会的主题是 Always。 为了让娇落的水花呈现字母 A 的形状，刘德华淋了四个小时的水才完成任务。不过正在积极筹备演唱会的刘德华也算遇上了不小的麻烦。原来昆明魅力策划文化有限公司伪造了刘德华和经纪公司的授权书等一系列文件，骗取了相关部门的批文，制造虚假的演出信息，欺骗歌迷和演出商。我们是比较难，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监管那些，如果碰到这些我们都会很快很快做出反应这样。